일단 배열이나 같은 방송은 我们这艘舰是在1987年开始服役下水服役，到现在已经是25周年了。这次我们环球远行是在2012年4月16号从吕宋港出发，到经过了8个国家，现在到达了厄瓜多尔，来到瓜加吉尔访问。欢迎。